睇，我就會示範翻好多 baby fans 咧問咧買咗依支頸紋去頸紋嘅rolling roller 之後咧係可以點樣做啦。咁講咗啦，你可以係直接用依個嚟碌頸至下巴嘅位置，記住依個碌 ，OK。直接咁做，又或者我唔中意呢个碌啊，咁佢咪想推多啲呢啲位置，咁你可以咧，除咗支颈纹之外，你可以净咁买呢、這个facial tightening， 咁其实嘅 ingredients 咧，即系入边嘅精华系一样嘅，只不过你系买支装去铺翻你自己中意嘅位置，譬如额头啊，你碌唔到啊嘛，這個、碌碌呢个碌颈同埋碌腮嘅。咁如果你覺得自己屋企係有嘅啲更加勁嘅武器啦，例如 SPA 機導入，又或者你用啲牛骨梳，或者用拳骨都可以嘅。咁明唔明白？咁我而家示範翻，用我自己嘅精華加我哋嘅 SPA 機咯喎。咁今次用 RF 嗰個 function 嘅，咁一樣啦，你搽搽搽，一樣用手搽推搽，額頭都一樣嘅。OK， 咁跟住咧，你就开你自己部机啦。譬如我用呢个 RF 机啦，通常我去到三格，跟住就有热能啦，跟住推啦。咁机就要自己配啦，吓。OK， 咁我供应唔到啦。你有唔同嘅牌子，咁当然韩国牌子都几劲嘅。咁呢啲我每差唔多一个礼拜三次到啦。咁我咁样推，咁样推。咁样再推额头呢啲位置就三下，系啦，有纹嘅位置。咁 RF 机咧，眼袋都可以做埋嘅，你见到提升。咁咧即刻有收紧嘅效果。Even 你去到颈都得嘅，但系颈我建议翻你用翻我个碌碌。OK， 咁我哋下次再见。